给你演示一下，直接把这个对应的情况扣上，扣上之后呢，这个是检测，这个是好的，这个是短路，这个是 NTC、FNC。我们演示一下另外一个坏的，这是一条坏排线，检测，这个是一条坏排线，我们长按进行语言切换。选择英文，比如说这条排线坏了，我需要修复它，点击读取，已经读取到，然后换上新的排线，点击扣入，点击写入，OK，把这颗排线。把这个排线替换到这里，它就可以完成修复，完成面容修复。谢谢你的观看。